大家好，无论大家选用外判或者全方位安装保养服务呢，首先要符合以下五个条件，才会帮客人安装产品的。第一，安装楼底呢必须是10尺以内，即是3米以下，超过10尺呢需要另行报价。第二，安装表面呢必须是石屎水泥天花、假天花、玻璃、云石、金属、户外露台，就需要另行再报价。第三，屋企必须有一个正常运作的供电系统，灯制呢必须是符合机电处标准要求的开关灯制，所有呢具有调光暗的灯制呢都不适合安装。大家呢屋企如果是使用緊呢关灯状态下会发光的灯制啦，例如 Schneider 的 Avita On、E3000、Legrand、Zover 等的灯制。在安装灯具或者风扇灯前呢，要同我哋公司咧披露屋企系用紧呢啲灯制，我哋公司咧可以安排咧加装微法拉电容。我哋最终咧都会建议翻客人咧可以揾由注册电力承办商啦，委任翻一个适当级别嘅持牌电工咧，去将灯制发光嘅部分剔除，以提升产品嘅耐用性。安装位置咧必须有一个合乎规格嘅灯位，或者咧一个运作中嘅旧灯。第四。如果是普通灯，我们会帮客人免费拆除的。风扇灯和水晶灯呢就需要另行收费。第五，我们的安装服务呢是覆盖全香港，但是呢离岛或者偏远地方呢就需要收附加费了。只要呢符合这些条件呢，我们 TY Lighting 或者外判承办商呢就可以为你提供安装服务的了。如果有疑问呢，欢迎 WhatsApp 92053831查询啦。